来了，不用急，来了。来了，好，安尼好，安尼上好诶，系啊。然后看伊来，你马上欢喜诶。我当然开心啦、啊。当然开心哦，你们这些违停魔人。哦，安尼好诶，这字看不懂吗？这字看不懂吗？啊、在台湾读书犯法了吗？我没有呢，拍摄我多少年读书，我看得出来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讲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你看何相啊？哎、欸，大哥，啊，何相哎、欸。所以讲话大家大声啊！好，暂停，我处理好无？好啊，我处理好无？OK 啊。好，今麦你跟你大声是大声，因为我怕你在，我听。你我懂，阿姨有讲哦，这一刻违停吗？啊，我。系啊。啊，你咧？伊个甲你安怎着？没有啊。啊，你要登记违停就对了。对，我就是要你开单而已，就这样子。我这边我报你好不？啊。没什么事啊。对，没事，就只是要你开单而已。因为我们住这边的很讨厌这里有人停车。对，这家不会。